18217。华晨宇歌手第一含金量高，多组数据耀眼。爱豆分享，昨晚歌手2018播出后，华晨宇改编演唱的歌曲《双截棍》数据耀眼，其中 QQ 人气歌曲榜第一，酷狗人气歌曲榜第一。华晨宇在微博综艺大咖榜热度值 1871.4 万位列第一，歌手音符榜累计 615.4 万第一。另外，华晨宇演唱双截棍时，酷云实时关注度达到 1.3 位，居收视排名第一。节目播出后，多个热搜与华晨宇有关，这个第一名含金量真高。